吃饭炸蘑菇，这个西红柿炒鸡蛋，这个是茄子。
酸汤面液，这个是非油炸的，就这么一桶一桶的，用开水泡一下就可以了啊。六桶，我这个里面放了有辣椒油，放了几个鸡蛋跟辣椒油。特别的方便，你泡个三五分钟就可以吃了。雪媚娘49.9给咱们发两个啊。49.9发6个啊，每一个是100克。